因为宪哥算是那个爱情大帝，是不是？爱情，他算是英帝哦，爱情英帝，因为他是比较是underground的那一种，他就是underground的那一种嘛。我讲的意思说，宪哥他是不会去讲表面话的。我有扬威海外，你有英帝质疑吗？我有质疑啊，我有金翼，请问你有球金吗？我有球金，我有饮水，但你有思源吗？我有思源。